好，各位同学好，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第十一讲。那第十一讲呢，是有关进货还有进货的相关科目。还有第四节的部分呢，我们会讲到存货跟销货成本，也就是在买卖业我们要做一个结束。那今天呢，这两节首先第三节的部分，也就是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一样会请王老师来跟大家做个讲解。那第二个部分呢，存货跟销货成本会由我来讲解。好，那这边呢，我们就进入第三节的部分，我们请王老师来对我们说一下有关进货以及进货相关科目的一些会计分录的例子跟处理。好，有请王老师。首先先跟大家介绍就是进货以及进货有关的不同的科目。那第一个是进货的部分。那进货呢，又可以称为购货，那是买卖业在购入商品的时候呢，记载成本的科目或是账户。那根据它的应计基础，买方在收到商品的时候，只要这个商品已经移转到买方这边，不论是否立即支付现金，如果没有立即支付现金的话，可能就是会以应付账款来去做认列。所以呢，基本上只要这个商品一控制移转的话，那个在会计上就需要承认成本的发生。那第一个呢，先介绍限购的部分。那这边题目提到说，十月五号限购商品五万。那由于是限购部分，所以在十月五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先借记一个，因为存货是资产嘛，先借记一个购货，那写进货也可以，那就会写一个借记的购货五万。那由于它是限购的部分，所以它贷方呢就会有一个现金的流出。那现金是资产科目嘛，那现金减少，所以会在贷方有个现金五万。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是赊购部分。那题目提到说十月十三日赊购商品五万元，因此呢，在十月十三呢会在借方一样有个购货五万。那由于它是赊购，也就是说呢，它并没有先支付现金给供应商，因此呢，它会在贷方有一个所谓的负债的部分，也就是应付账款。因为负债增加记贷方，所以呢，这会在贷方记一个五万的应付账款。接下来是预付货款的部分。那这边题目提到说呢，在十月七日呢，跟中科订立购货的合约十万元，那预付定金一万元。十八日呢，他才收到货物付清的尾款九万。那在十月七号的时候呢，只是订立这个所谓的购货合约，那先支付定金，因此有现金的流出。那但是在十月七号呢，并没有收到这个货物，也就是说在会计上呢，这个货物呢并没有控制移转给买方，就是货物的不管是风险啊、报酬还是在卖方那里。所以呢，因为这个十月七号的时候，这个只是订立购货合约，那货物还没有控制移转，因此呢没办法做借记的购货或是进货。那因为这个支付现金对企业来说呢，未来我们可以有一万元的这个效益，因此呢我们会在借方有一个预付货款，那预付货款对企业来说呢是一个资产部分，所以增加记借方，因为未来呢可以透过这个预付货款可以获得效益。那在十月十八日的时候呢，收到货物，然后付清尾款。在十月十八号呢，这个交易呢其实已经结清了，因此呢，这个十月七号的预付货款呢需要把它转销，因此可以看到十月十八日会在贷方有个预付货款十万元。那现金呢，因为支付尾款现金九万，因此呢贷方也会有个九万元的现金流出。那由于在十月十八号已经收到这个货物，因此呢在十八日的时候呢，这个货物已经控制移转给买方，也就是企业本身，因此在十月十八号的时候呢可以借记一个购货。所以呢，这样借购货十万元，贷预付货款一万，贷现金九万，这样的借贷刚好平衡，就做完了这个分录的部分。那第三节呢是前面提到的这个购货啊，或者是进货部分，由于这个是一个买卖业的会计处理，它透过买入存货，然后卖出这个存货，也就是卖出这个商品，
的这个中间的价差来赚取利润。但是呢，如果企业呢是购买这个所谓的固定资产，比如说购买机器设备或者是印表机等等，那这些固定资产呢，它未来并不是要透过出售而获得效益，它是要透过使用而获得效益，因此它不能就是借记购货跟进货的部分，所以呢，它会需要借记一个固定资产，那未来透过前面几讲有提到过的折旧啊，来获得它的利益。那在10月5号呢，购买这个办公用影印机80000元，那因此呢，在10月5号呢会借记一个固定资产，也就是办公设备80000。那因为他直接购买，也没有提到说赊购部分，因此他就会直接代记现金80000，就是现金流出，后面提到付现，所以借办公设备80000元，代现金80000元，就做成这个固定资产的购买分录。那再来是10月7日呢，购买这个文具用品3600付现。那这边用的科目是一个用品盘存，也就是它是用计时转虚的会计处理方式，前面几讲也有跟大家提到过，因此呢就会有一个用品盘存这个资产科目出现在借方。那因为是付现嘛，所以会有个代记的现金，现金流出，现金流出资产减少，所以会有个代记的现金3600。那接下来呢，前面有曾经提到过的销货退回及折让。那对买方而言呢，销货退回及折让呢，也就是进货的退出以及进货的折让。那这边下面提到一个例子，10月15日将所购买的商品呢退出7000元。那其实呢，这边大家可以看到，10月15日有个借应付账款7000，代进货退出7000。过去呢，应该是有曾经有借记过这个所谓的进货，那曾经有代记过应付账款。那现在就是说呢，这个曾经有代记过的应付账款呢，因为现在把这个购买的商品退出7000元，因此也就是说呢，未来呢需要付款的这个金额呢会少了7000元，因为呢现在他把这个商品退回给供应商，未来就不需要支付这部分的价款。因此呢，过去曾经有代记过的应付账款在代方，这个时候退出7000元，也就是说把代记的应付账款转为借记，因此大家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借应付账款。那对企业来说呢，企业因为购买这个商品存货曾经借记过7000元的进货或者是购货，那因为他现在把这个退出，因此就是从借记转成代记，因此呢就变成了代进货退出的7000元。那再来是17日呢，因为之前所购的商品部分规格不符，卖方同意减价500。那同样的，这个在应付账款呢，因为卖方也就是供应商同意减价500，因此这个应付账款呢，过去曾经代记过应付账款，这个时候就会转去借方的应付账款。那有别于刚刚的进货退出，因为这个是供应商同意的让价部分，因此呢就换另外一个科目做进货折让代记。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不论是进货退出啊，或是进货折让的代记，他们其实都算是这个进货或者是购货的减项，所以呢才会在代记的这个部分出现。那因为进货跟购货都是在借方，因此呢减项呢就会把他们做一个代记的处理，大家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记会比较简单。那关于这个进货退出跟所谓的折让啊，其实前面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他们其实是进货购货的减项，所以呢理论上呢，在会计表达上面，如果直接代记进货或者是就直接代记进货的话，同样最后会计的表达是可以替代这个所谓的进货退出以及进货折让。但是呢，其实呢我们会计就是一种资讯，具有资讯价值、资讯意涵的部分，所以呢，这个其实进货退出跟进货折让，即便用进货可以做出一样结果的表达，但是呢，因为我们想要让企业或者是外部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知道说，这个进货的退出跟进货折让，就是说跟供应商之间的关系，
不管在进货退出啊，或是进货折让，也可以帮助自己了解到说，这个在进货部分跟供应商这个存货本身呢，是不是有时常发生过退出啊，或是折让的部分？因为这本身是可以提供资讯意涵的，因此呢，我们就不省略，不直接去做代记进货的这样的一个会计处理，而会特别去做代记的进货退出以及进货折让，来去冲减这个所谓的进货。那接下来呢，介绍这个进货折扣。那前面曾经有介绍过销货折扣，那对买方而言呢，这个就是进货折扣部分。那这边下面有一个例子，10月11日呢，赊购商品50,000元，那付款条件呢是10天内呢可以享受2%的现金折扣，那10天以上到30天就是并没有现金折扣可以享有，但是在30天以前呢需要付款，否则就是逾期。因此呢，他在10月11日的时候呢会借记一个进货，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已经存货已经控制移转给买方，所以呢会在借方有一个进货的50,000。那同时呢，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有一个需要付款的义务，因为商品已经移转给他了，因此有一个代记的应付账款。那也就是10月11号会借记进货50,000，代记应付账款50,000元。那在21日呢，他付清全部的价款。那在21日呢，因为呢是在这个所谓10天以内部分，所以呢他就享有这个付款条件的2%的现金折扣，也就是说呢，他原本的应付50,000元，由于享受这个2%的现金折扣，50,000×98%，也就是100%减2%，98%，就是49,000的部分。那在这个时候呢，他付款条件已经他已经完全的付完款了，那所以呢，他这个应付账款呢需要整个转销，也就是代记的应付账款会需要去做一个借记的处理。那他因为他享有这个折扣，因此呢，他需要付的付现数呢不到50,000，也就是49,000的部分，50,000×98%。那另外的部分呢，则是他的购货折扣部分，那购货折扣呢，其实就是50,000×2%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记录，也就是说呢，它这个成本呢没有那么高，就会代记一个购货折扣，这就是进货折扣的部分。那再来呢，进货折扣也就是购货折扣呢，其实就是使这个进货成本的减少。那同样如同刚刚所提到过的例子，在交易发生的时候呢，理论上呢也可以直接借记进货，但是呢我们其实呢直接代记进货作为进货的减少，所以代记，但是在实务上呢，我们也可以保留这个进货折扣的科目。那因为这个进货折扣呢也是一个具有资讯意涵，那因为它如果说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进货折扣啊是多少，也就是我们可以去了解说企业呢实际上呢就是是否是时常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进货折扣。同样的，就是因为它有这个资讯价值，因此呢我们会把这个进货折扣的部分去做保留，会代记一个进货折扣，而不会直接去做代记进货。那再来是进货运费的部分。那一般销货运费呢，也就是销货的话就是买方的部分，那销货的运费呢会是卖方的营业费用的一种。但是呢，如果是买方的话，今天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进货运费呢，其实呢它是需要灌进去这个商品的成本里面，作为商品成本的一部分。那运费究竟应该是由谁来负担呢？因为可能是由买方负担，也有可能是由卖方负担，这个时候就要依照他的交货条件而定。那一般实务上呢，有所谓的起运点交货，也就是 FOB shipping point， 那以及目的地交货，也就是 FOB destination。那这两个部分呢，其实主要的差别是在于说呢，在什么时间点，到底是在起运点的时候，
还是在目的地的时候呢，这个商品呢才算是所谓的有真的控制移转。那以起运点来说呢，在起运点的时候呢，如果就已经交货的话，那因此呢，从这个起运点运送到这个目的地的这个过程呢，也就是在运送的这个过程呢，既然是叫做起运点交货，因此在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由买方来负担这个进货费用。那如果是目的地交货的话呢，也就是说这个商品呢是在目的地的时候呢才达成控制移转这个要件，因此呢在运送的过程途中呢并不算是控制移转，因此在运送的过程中呢这个费用的部分呢就是由卖方所负担。那接下来呢是进货运费的例子，那10月15日呢支付购货运费600元，那它是起运点交货，运费由买方负担。那大家就可以看到下面这两个分路，在10月15号的时候呢，有借记运进货的运费，那因为支付运费，所以呢会有个现金流出，因此需要做代记现金600这样的一个处理。那大家可以看到说，借方的进货运费啊是写个运费没错，可是呢，其实它并不是算是费用的科目。待会后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到时候不管你是在可能是定期盘存制的情况底下，它其实这个运费呢最后是会灌进去成本里面，因此呢期末存货如果期末还有存货的话并没有出售，这个期末存货的这个存货在财务报表上面所表达的这个金额呢其实是有含这个运费，那个在待会下面几张投影片大家就可以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10月17日呢，支付销货运费800元，旁边刮胡也写有写目的地交货，那运费是由卖方负担。那因为他在目的地的时候呢才交货，因此在目的地运送达到目的地的时候呢，这个商品才有达到控制移转的要件，因此呢这个运费呢就不会是由买方来去做会计处理，那会是由卖方呢来做一个借记的销货运费，那代记现金流出，代记现金800元。那都要特别留意，这个上面这个分路呢是买方做的，下面这个分路呢是卖方做的。那除此之外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差别，就是上面的分路进货运费呢并不是一个费用科目，它是灌到存货这个资产成本里面，最终它会灌入到存货这个资产。但是呢，10月17号的这个由卖方所做的分路的销货运费，这个呢就是真的费用的科目，也就是说呢，它这个科目呢最后也是会进去损益表里面。那再来呢是接续刚所讲的，这个买卖业的进货呢会有进货的退出、进货的折让、进货的折扣以及进货运费的发生，导致呢每期的进货总额啊、进货金额还有进货成本呢都不尽然会相等，因为有时候呢会获得这个进货折扣，有时候并不会获得。那以及这个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不管是目的地交货还是起运点交货，这个可能会发生的费用，或者是说呢会灌到存货成本里面的金额呢也不一样，因此呢就可以得到下面这两个公式。进货总额，也就是一开始的进货的金额，那有时候可能会发生退货部分，因此呢进货总额呢就要减掉这些进货的退出。那进货退出呢，由于是根本没有进货，因为进了之后又退，因此呢这个最终是没有进货，所以呢这个当然不是存货的成本。那再来是进货折让，那我们会计上呢这个存货呢就是要以成本来去做入账，既然供应商呢有这个让价的部分，那我们有曾经代记过这个进货折让，因此这个部分呢也不能作为存货的成本。那进货折让、进货折扣还有进货退出呢都要一起作为进货总额的减项，那最后得出进货的净额。那前面还有提到这个进货运费它并不是一个费用嘛，那进货的净额呢要加上这个进货运费才真的是这个进货成本。未来呢这个企业如果有销货，或者是说呢这个企业呢有曾经销货之后，或者是在年底的时候呢这个有存货有保留在企业里面，那
这个进货运费呢就会含在这个销货成本，或者是含在期末存货里面。那接下来呢是这个进货运费有关的综合损益表的列示。那前一个投影片呢有提到那两个公式，那我们在进货呢一开始最上面这一排呢，也就是橘色的部分，这个进货呢其实是进货总额的部分，那我们习惯呢写在最右边，那左边呢会减掉一些这个所谓进货总额的减项，包含像是进货退出、进货折让以及进货折扣，那把这个三个加总之后呢会写在右边，回到这个进货的这个栏位，这个右边的这个大牌，那因为它是减项，我们会计上减项呢都会用一个刮胡来去做列示，把这个退出、折让以及折扣加总之后，刮胡写右边一个总额，得到一个进货的净额，那再加上进货的运费，最后呢就得到进货的成本，这就是进货运费。还有包含退出、折让以及折扣，在这个综合损益表的列设部分。那在综合损益表中呢，进货退出、进货折让、进货折扣，诚如我刚刚所讲的，都是进货的抵消科目，也就是减项。那进货运费呢，则是作为进货成本的加项。那此外呢，进货、进货退出、那进货折让这些等等，他们都是虚账户。那期末结账的时候呢？会这个以一个余额的方式来转到本期损益。那再来是运费入账的事例。那运费呢，诚如我刚刚有提到过的，就是会有起运点交货或者是目的地交货的不同。那也就是说，它这个交货条件所定定的这个存货控制移转的时间不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一个例子呢来跟大家说明这个运费该怎么入账，包含起运点交货跟目的地交货的一并表达该怎么做处理。那下面这边提到这个例子，假定乙公司买方向甲公司卖方购买商品一批，运费500。那在下列四种情况呢，会有不同的会计处理。第一个部分呢是起运点交货，那运费呢由买方来去做负担，但是呢卖方先行垫付，在这种情况下呢，卖方会将代付的运费作为应收账款的增加，日后再由买方将贷款及运费呢一并的来去做偿还。那由于它是起运点交货，所以运费是由买方负担，但卖方是先行垫付，因此呢，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个栏位，甲公司也就是卖方，因为它是先行垫付，因此呢，它会有个代记的现金，500元。那它先行垫付这个现金，并不是它的费用，因为这个是起运点交货，因此呢，这个费用呢，应该是由买方来去做负担。那所以呢，甲也就是卖方呢，它并不会在借方有个费用科目，因为这不属于它的费用。那他先作为垫付的这个费用呢，未来呢他会有这个收款权利，他会向买方来去做收款，因此呢会借记一个应收账款。那在卖方的部分呢，由于这个是卖方需要去做入账的成本，因此呢他会有一个借记的进货运费，但是呢因为他并没有先支付现金，是由卖方先支付，因此他未来会需要有一个付款的义务需要给卖方，因此呢，他会代记一个应付账款。再来第二点是起运点交货，那运费呢？起运点交货是由买方来去做负担，而且直接支付。那由于这个运费呢是由买方来去做负担，因此呢，买方直接支付的话呢，甲公司也就是卖方就不会有支付的问题，因此呢会有就是不做分录的情况。那在如果是买方的部分呢，因为他直接支付这个运费，因此呢他会代记现金，那借方呢则就是他的费用直接去做处理，大家可以跟上面那一排去做比较，也就是说呢进货运费呢是买方必须要做的，只不过呢代方呢会依据他是现金直接支付，或者是先由卖方来去做支付，而会有代记应付账款或是现金的不同的表达。
那再来是目的地交货的部分，目的地交货也就是运费呢要由卖方来去做负担，并且直接支付，因此呢它会代替的现金的部分，因为它直接支付。那销货呢则会有一个销货运费，因为这个运费是卖方需要负担的，因为它是目的地交货，因此呢买方呢就不会做任何的分路的处理。那最后一个部分呢是目的地交货运费由卖方负担，但买方先行垫付，在此情况下呢买方将代付的运费作为应付账款的减少，那日后呢从贷款中扣除。那因为呢这个未来呢因为这个运费是先由买方所负担的，因此呢卖方呢买方先行垫付的情况下呢卖方未来的这个应收账款就会减少，因为他未来可以从买方来去做收款的收款权利就减少了，因此会代替应收账款。但是呢他的借方呢会有个销货运费，因为这是目的地交货，对卖方来讲这个是属于他的费用。而在买方的部分呢虽然是卖方需要去做认列，但是呢因为他已经先行垫付，因此呢他未来呢需要付给供应商的应付账款呢就会减少，那应付账款是代记，所以呢他的减少呢就会去做借记，因此会借一个应付账款，那因为他先行垫付所以就会代记现金。好，那这部分呢那个王老师跟我们讲解了有关进货跟进货相关科目的一些分路啦，还有运费应该是起运点交货或目的地交货的一个会计处理。那接着呢到了第四节的部分，第四节的部分呢是存货与销货成本。好，也就是说刚刚我们已经把进货的科目讲完了，可是同学不要忘记了，我们进货的商品进来之后它是还没有卖掉的话会有存货，所以这时候呢会有一个实账户的一个存货的科目，所以这里呢就会分成所谓的期初存货跟期末存货，也就是期初存货就是上一期没有卖掉的这个部分。好，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名词叫做可销售商品总额，也就是把上一期没有卖掉的期初存货跟本期又新进的进货把它加总的话呢，那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可销售商品总额。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同学就可以比较了解。好，就是北上公司呢在2020年10月1日的时候持有商品20000，好，然后他当月又购入50000的这个商品，也就是我们刮胡讲的进货成本。那月底的时候呢有30000没有卖掉，我们把它称为叫期末存货。所以同学这里就可以看到说商品总额，也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名字叫可销售商品的总成本，其实就是什么期初存货加当月购入的商品50000，所以就是20000加50000就是所谓的70000了。好，那这时候可销售商品总额的70000中可以把它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没有卖掉的，好，那就是30000，在这个例子也30000，那换句话说那卖掉的部分呢就是40000嘛。那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图呢，同学可以看得更清楚。在这个图示中呢，我们可以知道商品总额是70000。那其实它分了两部分。从左边来看呢，我们可以知道期初存货是上一期没有卖掉的20000，跟本期进货的50000。那到了月底了，我们有这刚才有讲到说有30000没卖掉，所以30000就流入到期末存货。那40000的部分呢就是卖掉的，我们就给它称为叫销货成本。所以刚才王老师有提到说运费的部分呢，所以它会跑到两个部分，一个是卖掉，一个是没卖掉的，所以这个公式呢我们就可以得到销货成本会等于期初存货加进货成本减期末存货。好，那最后这个例子里面，在损益表的例子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损益表的格式，从期初存货加进货成本减掉期末存货等于销货成本，那就是整个损益表的表达方式。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整个买卖业的成本的计算呢，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告一个段落。好，那今天第11讲的这个课程我们就讲解到这边。好，谢谢大家收看。